我是实会所王茂德弟兄，已过参加上一期的活力生活成全训练，和同伴诚心一分钟祷告，一同操练过活力的生活。感谢主，我的同伴真是蛮有活力。到了这一期在报名参加活力生活训练时，他已经是全时间训练的学员。弟兄姊妹们也都很喜乐的与他一同配搭，在校园开展接触人传福音。前一阵子同伴邀我配搭去接触一位在其他团体聚会的亲职弟兄，这位弟兄很敞开，也有心走主的道路，所以我们就借机邀他参加已过九月初的亲职特会。这弟兄也欣然答应参加，并且在第一天晚上就和会所的亲职圣徒一同上猫空相调，彼此认识，也很敞开的分享当天特会的摸着。也刚好这一期活力生活成全报名即将截止，我也就鼓励他报名参加。感谢主，弟兄从预训第一天开始，他说他每天在上下班在搭捷运时都有听营养包里的信息，很得供应。我们每天晚上也一起读经，彼此分享，然后有祷告。感谢主，求主使我们都能够继续复制上一期的生活及操练，也能够彼此的来做同伴，做并且做忠信精明的奴仆，按时分粮给人，使人生命长大。感谢主，